大的出版的，但是他在去年度拿了一个全国音乐比赛的个人首奖，因为我们在高雄音乐比赛做演出，那这次也透过他的关系，我们有一个很难得的新的事业的乐团，这个声音叫做 Fan Fan Fan， 我们是 Fan Fan Fan， 他跟我们所刚刚看到的 Green Band 有什么不一样吗？ Green Band 是管乐团， F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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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指铜管加上打击乐团，所以这是很特别的。铜管、打击跟萨斯三种乐器一起组合是很特别，而是一个全新的声音，在欧洲、在法国，它都是非常稀奇，因为在台湾这可能是第一次。所以我们这次有这么难得的机会，能够通过蔡德威先生，然后对以我们这边让我们可以好好演出这个曲子。那我们也即将带这样的曲目去嘉义国际管乐节演出，那希望有更多同学能够听到完全。所以我今天将为大家带这首曲子叫做 Green Band， 其实它是苏格兰，也就是 Celtic 地方的 Celtic，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古老的民族，它已经消失了，它被历史的洪流中融化，它被统一了。 Celtic 的音乐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非常哀怨而且延长的线条，然后在它里面仿佛听到一个遥远的故事。所以下一首曲子 Celtic 这样一个幻想曲绿色山丘，其实描述就是把 Celtic 音乐的两个特色，一个叫做 Aria 就是 Melody 就是 Song 旋律。第二部分在 Celtic 音乐里面最常被提出的题材，应该就是我们常知道的大提琴、吉他舞，这样的舞蹈叫 G 吉格舞曲。所以在这个音乐中也可以同时听到前半段的 Aria 歌，还有后半段的吉格舞曲，这样我相信大家就会。所以我们将为大家带来这个编制很独特，独奏者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些，叫做绿色山丘，希望各位能够。